翻嘅。呢晚聲音黃遠之，好幾年前咧已經萌起呢一個念頭，就話啊，可唔可以一齊合唱啊？終於發生喺2019，小塵埃黃遠之花之戀。進入三甲位置，先有 Jenny， 嚟自佢國語專輯推出第二版，亦都有呢一首改編歌曲。
呢位同學咧，今年就報讀咗一個音樂嘅課程，就上咗兩三個月課堂啦，然後做咗呢一份功課，要派成績表啦。有請林奕康同學。下個星期全新的歌又上榜呢，恭喜曬林奕康。鼎泰元老老公布第48周專業推介，俾我屙督尿斟杯水。轉頭翻嚟有903闊達推介。天氣凍啱曬。今日至下星期一，一田購物優惠日，全線分店優惠滿寫低至兩折，兩折電視區29周年激進貨俾你買到盡，仲有過萬款兩折起貨品激搞，你緊要去掃返轉啦！
年度黄昏汽车 Christmas Sale 星期日登陆元朗维修中心，展出近80架 Toyota、Lexus 热卖车款 ，RAV4 豪华版震撼价26万9 ，Nova 七座超顺价30万9 ，Lexus UX 系列优惠高达50000 ，NX 300 Ultimate 限量现货45万9。即场出车仲送你双人来回日本机票，特设免费泊车、逆手车同暖粒粒小食专区。星期日10至6嚟元朗维修中心出车啦，十条款日出。化妆品、零食和生活用品，有趣的生活正到住。即刻903新闻报道。现在是由苏海星报道新闻。理工大学校园朝早继续封闭，清洁工人加紧清理，但校园多处仍然一片凌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因为理大事件和平处理，期望社会亦可以回复宁静。陈浩维报道。校方系朝早继续关闭理工大学校园，只是容许校方授权的人士进入，多个出入口都加派保安驻守。连接理大和港铁红磡站的行人天桥继续被杂物堵塞，校园对住畅运道的出口用大型黄色胶板围封，清洁工人在校园内外加紧清洁。原本堆满大量杂物的长楼梯现时大致清空，仍然见到烧焦的痕迹，不过对出的空地仍然是一片凌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朝早说，因为理大事件最终能够和平处理，希望事件能够标志着社会回复宁静。我们都是会因为是一个很和平手法来处理了，那也都是看到政府在这方面的手法，警方是相当之是克制之余，也都用一个是和平的手法，有一個勸喻的手法，同埋一個包容的手法處理件事嘅，亦都令到大家係感到係憂慮。喺校園都揾到成係接近4000個嘅汽油彈，1300個其他嘅燃物體等咧，就係危險嘅。咁一連串呢啲事件咧，我哋希望咧啲幾日嚟咧稍微平靜嘅社會咧，能夠真係繼續落去。希望亦都理工事件咧係一個標誌一個好嘅開始。张建宗在儿童事务委员会活动致辞入面形容儿童和青年是一个都不能少。他说近日的社会事件之中竟然有5890人被捕，令人震惊，当中有40%，即是2300多人的学生，其中有大约900人是18岁以下。他再次呼吁同学不要以身试法和自毁前程，说全社会都会尽力协助出事的年轻人，但他们要在确保权利不受损的情况之下接受法律制裁。早前多次进入理大劝喻年轻人离开的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作为老师在学生最艰难的时刻必须要站在他们的身边，形容现在的社会事件各人都是出于爱香港，但最终走向了仇恨和互相攻击，形容如果失去爱与良知，社会必然崩坏。他希望社会言达和有识之士不要再讲放弃年轻人，他反而期望年轻人不要放弃大人，不要放弃香港，更加不要放弃希望。商业电台记者陈浩维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医管局接获2600宗因为社会事件入院的个案，包括一些轻伤或者暴露在催泪烟的求诊个案。医管局说，病人的相关反应只是属于短暂，已经出院。又话一直有同多名医学专家同科学家评估催泪烟喺社会带嚟嘅健康风险，以及有嘢方法应对。根据专家嘅评估，催泪烟、汽油弹同闪光物色